就你了啊，走。哇，下刀要嘴。他的头发好像比我的头发都多。来，拍个照。拍头发和你的有点像。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拍个照。大家好，我老雷，今天晚餐儿苗。一下声音咚咚咚咚。对，他那个前面有两个气嘛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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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公的咋飞呢？它是全世界最特殊的一种，一般都是公的蛋，就是它是母的蛋。没事，你抱过去没事。好，就你了啊，走，就你走，走你。你看老雷，这个瓷包比那腿还短哩。今天咱们做泰卡儿苗，废话不多说，开整。开始给鹅苗腌制，胡萝卜、臭豆丝、香芹、香菜、香菇、大蒜、生姜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生抽、老抽、盐、味精、鸡粉、十三香、胡椒粉、不要钱的蚝油、干头，深刻的飞天少不了。最少要腌六个小时。杨雷，怎么这么看我带着你一起来？这都有吗？这可都是惊喜啊！什么惊喜呢？大家看咱的视频也好久了，咱这块儿也苦苦了二百五十块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这回没考下了脚本了，这块儿我磨了好久好久，兄弟，给大家争取了一大包苹果全家桶，足足5000多台苹果十三，最新款的 iPad 和苹果手表都是全新正品，带发票的哦。准去玩游戏运动，一步到位，给大家通关。谢谢雷哥，来给我的 iPad， 不要这种惊喜。想要的赶紧去搜索，这些苹果全系列产品。都放在左下角链接了，能点开就是有名儿，数量有限，真实有效，绝无痛。看到链接抓紧抢吧！提醒一下，先到先得，大家赶快去点点点！兄弟们，已经腌了6个小时啊！卡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一会儿我这个小短腿包一下。哇！总共烤3个小时来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改个刀，一二起。哎呀，鸡鸡冒油啊，停，看这软，哇哇，下刀要准，出刀要快。刀已经改好了，咱们刷一层倍炸大豆油。没一会儿，烫孜然辣椒面必不可少。快点吧，万众期待，出锅，出锅喽，走，烤儿苗。这块是花点白的，是这个设计师呢。哎呀，好吃，可不要上海设计师，哎，这刀有点痒。呀，这不老雷的小短腿吗？这不，哎，不要这样说，香香不香？香香。